Hello， 大家好，我是 Enter， 欢迎收看 Enterbox 的 Computex 2019特别节目。这次我们到南港展览馆一馆一楼的 G-Skill 摊位，摊位编号是 J0617A。知奇的展区非常大，很多人驻足在海尼根啤酒罐造型的改装机前，还真的可以喝到啤酒。当然，知奇最重要的就是记忆体，我们马上请 Mark 介绍。非常欢迎 Enterbox 来到 G-Skill 知奇国际的摊位，电脑展摊位来。那我们今天我是 Mark， 来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我们专门是做高阶高端效能的记忆体产品。那我们记忆体呢DDR4， 各位观众朋友，基本上我们都从最基本的2133的速度来开始起跳为基准的。那我们本身做高效的话呢，我们这边来介绍的话就是从4000开始起跳。那我们在这旁边右边有一台 DDR4 4000MHz 的记忆体，它这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容量，它这台容量呢有达到 384GB，每一条呢，每一支是32GB， 然后有总共可以装12支记忆体。那通常我们现在以标准来说，我们每一支记忆体最高达到的是16GB， 那最多支数的话呢，可能就是超到8支，可以到128GB。但是我们现在在开发这种高容量的384GB 的记忆体的套装。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有两台机台，我们从5000开始，那这个的话是非常非常低延迟的。那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记忆体不熟的话，那个我们的低延迟就是看 CL 值这个数字。那 CL 的话呢，就是代表它的效率，那这个数字越低越好。通常在5000这个速度的时候呢，它的延迟都是20起跳的，那但是我们压到 CL17， 所以它的效率非常非常高。这个5000的速度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是因为在2016年之前，基本上要达到这个速度，只能用液态氮的极限冷却方式下去超频。但是我们今天展示的话呢，是用空冷、水冷下去达到，这个在室温的环境里面达到5000这个速度，然后又是非常低延迟的。那我们右边再往右边走的话呢，我们是有达到 DDR4 5200这个速度，这个是可以说展场最快的一个速度。目前我们达到5200呢，是首次达到5200的，然后它的 CL 值延迟也是 CL18， 所以这个也是很低的延迟。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展区都是展示我们最快最低延迟的一些高效能的记忆体。大家在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第一代的 Trident Z RGB， 就是我们的幻光级的记忆体。那我们这边受欢迎，在 European Hardware Awards， 在欧洲的那个硬件大赏里面，有连续得到了他们最佳记忆体的奖项，连续3年。那我们也有得到一些什么红点啊设计的 IF 奖项也有得到。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也有，当然是 Trident Z Royal 去年发布的皇家级。那我们今年呢想要发布的是我们下一阶代的 Trident Z Neo 的这个系列，那它是用双色的一个表现来去做它的那个散热片，有是黑搭红或是黑搭蓝。那我们特别在这一块呢是计划在 For AMD 使用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改装机台的区块。那我们接下来呢有另外一台改装机想要介绍给大家， JP Modified 所改装的一个 Apex Legend 的宝箱机器人，就是 Lootbox Robot。 那大家如果玩那个 Apex Legends 的话，应该都对这个很熟悉。那我们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这个展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台机器呢，这个机器人给它开回家。大家相信了吧？不可能，因为这个是我们只是装机而已。欢迎大家来看电脑展，来到我们的 G-Skill。